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微辣游戏。我系主持人 Jackie 啊，嗱，佢喺度呼吁下大家啦。今集如果所有嘅单身贵族啊、单身人士咧，就千祈唔好睇啦，或者要带卡先睇啦。因为今日咧系一个放闪嘅一个特辑啦。咁就系我哋请咗三对情侣上嚟玩游戏。系，介绍下就有边啤情侣咁样？公开咗啦，公开咗好耐啦。我同豪啲。好，咁我哋由最外面粉红色嗰 pair 开始介绍下自己先。系，今日家庭聚会，咁就系我爸爸啦，豪啲。咩？你爸爸？我系李清朝翻嚟嘅阿公啊。系啊，大家好，我系 Yellow。我系清朝翻嚟嘅 Yellow 公公，豪啲。哦。豪公公。好，就第二 pair， 第二 pair 中间黑黑地嗰两个。我哋系。我哋系。我讲 best 你讲紧。好啊。我想問你哋啱啱先究竟夾咗啲乜嘢？我想問。講翻，講翻同我講，我講 best， 你講 couple 咁樣。大家好，我係 Lobby。情侶之間嘅信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ex。耶！仲要玩多次揾下。係咯，你應該講 best 咯。Best。couple。哇！依下仲冇趣。喺眾人嘅推使之下，終於講出嚟啦！唉，真係。好，跟住接住嚟呢對啦。哇！夾到。我哋要夾下咯，我哋兩個。OK， 哎，大家好，阿 Tom。阿 Jerry， 上次嗰個 Jerry 係翻版嘅，呢個係正版，呢個正版，呢個正版。我改名叫 Jerry 咯。你叫 Jerry。我開始愛上咗 Tom 呢個名啦，已經。我都開始愛上 Jerry 呢個名。喂，抽嚟。係啦，咁我哋今日啦，有三 pair 喺度啦，咁啊，有一 pair 就等待公開啦。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玩一連串嘅一啲情侶默契嘅大考驗嘅。嚟啦，準備好未？咁我哋睇下我哋第一個環節嘅遊戲規則先。好。心靈感應遊戲規則第一關選擇題，由主持人提出一個有 A、B 兩個選項嘅問題，每組隊員需要喺三秒後同時作答，答案相同嘅話就加一分。我哋第一 part 咧就係關於問問題嘅，咁就睇下你哋兩個人嘅默契度啊，你哋對於未來、現在或者啲想法嘅選擇究竟夾唔夾啦 ？OK， 啊 ，OK， 好，天福嚟嘅呢個係。OK， 好，咁你睇下邊 pair 玩先啦，你哋。好，我哋猜翻先啦。猜翻先啦。輸咗嘅玩先。揀翻哪只啊？答，我哋答。我先，我估都系你先嘅啦。点解？上次猜翻正答，阿 Tom 輸嗰都系你啫嘛。嚇係啊！我以後輸咗人哋嘅 Tom。你先朝先，你先啊！你我嗰嘢系游戏。你先朝先。耶！好，跟住睇下阿 yellow 同我边头边个先啊？你猜。交剪刀。好，我哋玩最后。好嚟咯！嗱，你哋。嚟咯！嗱，你哋。哇！好硬喎！我喺边度啊？收唔到力添。我哋色系冇撞过噶，你两个系蓝色，你两个系黄色，你两个系黑色。唔系，以我所知咧，佢哋就夹过嘅，我哋两个就冇。唔系啊，我今日喺心里面问咗一下豪啲，今日会着咩色咧？跟住嗱，估都系粉红色。我心嚟嘅。我以为有幻听喎，我出下，出咗声。哇，原来系一阵间大话，你哋全部输晒。吓，继续啦。你哋都其实要问嘅，我觉得唔使问，我哋唔问。所以咪咁唔夹咯，你两个。唔夹咩？好，咁啊睇下你哋嘅默契程度喺边啦。我哋倾埋嗰个顺序啦。顺序，全部答第一个就得啦。OK， 全部答第一个。OK。好，第一题，亲吻定拥抱？三二一，拥抱。全部答第一个就得啦。OK， 全部答第一个。OK。三二一，拥抱。一踢嘅時候嗰啲一定係嗰啲擁抱。哦啦，得係啊，親吻係蜻蜓點水啫嘛。哦，係啊。係咩？我喺諗緊咩啊你 ？dirty 啊！真係真係，你平時親吻唔係蜻蜓點水噶喎，係咩？好，第二題，愛情定事業？三二一，愛情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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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後嚟諗翻清楚啦，我諗翻即係我嗰陣時候我係答咗事業嘅，但我後嚟諗翻清楚成件事啦，即係其實我想做嘅嘢其實有好多件啦，但係中意嘅人都得一個。Oh my god！
即係其實我想做嘅嘢其實有好多件咯，但係中意嘅人都得一個。喂，喵，醒咗啦。我后来想翻清楚成件事，即系其实我想做嘅嘢其实有好多件咯，但系中意嘅人都得一个。第三题，系你宁愿被烧死定系浸死？三二一，浸死。哇！见唔见我哋今日三色系水系啊？再，水之呼吸，水之呼吸。第四题，阿冰定 Rachel？ 阿冰定 Rachel？ 三二一 ，Rachel。系唔系真噶？系咪噶？自己答完都冚住个头。好，第五题，如果有一部时光机，即系想去未来定系翻到过去呢？三二一，未来。哇，一直赢，一直赢，我答啱喎。好，跟住第六题啦，嗌交定冷战？三二一。咁我哋今日条片就拍到呢度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拍拖啊！誒係喎，胡蝶有冇啲相機介紹俾我啲新手拍拖用啊？梗有啦，仲用手機咩？嗱，我介紹呢一部 Sony 新推出嘅 Sony 啊。咁咧佢就有面部優先曝光功能，同埋咧即係條聲好重要噶嘛，拍片佢就來自 Clear Voice， 同埋收音超靚。啊，真係㗎？咁你試下。試下咯，冇問題㗎。翻到去睇翻條片咧，係冇乜雜音控制嘅。仲有佢仲有一個出色嘅防震功能，所以啱曬新手拍貨用噶。咦，咁啱曬啫嘛！拜拜！我哋拍貨用嘅應該講錯啊！好靚喎！三二一，冷戰！三二一，冷戰！嗌交咯！打得噶咯！打得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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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得！冷戰啊！好嚟，跟住食鼻屎定係食眼屎？好，三二一，眼屎。哇，正常吧？咩问题嚟啊？个品味系一样噶。咁会争食啊？会唔会？系啊。争食。你食嗰样嘢会唔会争食啊？鼻屎系咁大粒，个眼屎系咁细粒。但你有冇食过先？其实睇唔出分别咯。未食过啊，但有时。嗱，我啱先聽 Alex 咁樣講咧，就證明咧你係未食過先夾眼屎啫。Alex 有冇好食噶鼻屎？唔係鼻屎咧，我係唔食嘅，但我有試過陣味咯。咁即係有啲係點咧？好，第八題，嗱呢個係男仔你會揀女仔，女仔就揀自己啊。中意大 Big V 定係大露背？好，三二一，露背。哇！嚇，都冇咩可以攞啊！扮咩啫你？係啊，因為即係露背，因為 Deep V 成日都見，成日都有噶嘛。但係露背係好少有，即係大家都會好多人都會想。哦，係啊，追啲物以罕為貴嘅嘢。唔係，我都切身為自己設想咗下嘅。我 Deep V 確實都比從露背係好睇過 Deep V。係露背好睇啲嘅。即係背同前面都一樣嘅。哇！咁 Alex 中意大 D V 定大露背多啲？梗係大 D V 啦，你唔知攞邊背就好多毛啊！好，繼續第九題啦，生仔定生女？三二一，生女。女人咪啊？第十題，屠戮定孤單心事業餘玩？好，三二一，屠戮。點玩啊？要勁！因為呢個係自己，即係自己作品。係啊，冇錯，有我同他兩心血喺裡面。哇！呢個係你哋個女啊嘛？呢個係呢個就係我哋嘅。係冇錯。快啲去 YouTube 聽屠龍啦，去片完佢。好，睇下 Carlton Rachel 呢批係總共幾多題啊？八題啊！好強啊！好強啊！好，
換啦，跟住到 Lobby Alex， OK， 到不是情侶。我哋嘅目標係三條。你哋一齊咗八年啦，係喎，一齊八年咁認識咁少。你問啲嘢唔夠深啊嘛，因為唔夠深度，冇深度，你出題啦，你出題啦。咩又是鼻屎嗰啲啊？深度嗰啲，深度嘅，深度嘅。你中意鼻窿深處嘅鼻屎？中意我左眼定右眼？我中意攞啲左眼定右眼？三二一，左眼。哇！好有深度啊！呢條題。係啊，你會唔會問呢啲問題啊？喂，其實好難喎呢個。點會知啊？救命啊！哇！真係。即係相處咗八年先答得出呢啲咁仔細嘅問題。三蚊，三蚊，我中意 yellow， 我中意 yellow 左眼定右眼？三、二、一，左眼。哦，你答啦，係啊係，我右眼右眼右眼。係，多謝多謝。誒，我你揀右眼，我左眼得啦，你哋有機會啦。好，第一題，禮物定係現金？三、二、一，禮金。禮金。禮物呢啲係心思嚟噶嘛，現金呢啲邊個要心思嚟噶？仲係現金又唔係冇咩認咩心思啊？撐你，我撐你，係嘛係嘛？有人撐我。OK， 好啦，第二題啦，第二題，中意兩個人定係中意一班人多啲？好，三二一，一班人。啊！我都覺得佢哋係好大一班人。唉，八年嘅感情啫，中兩個人，中兩個人，對咗八年啦。好，第三題。Lobby 定是三上游啊？好，三二一 ，Lobby， 二一。真系几样真系。我讲我都有啲心虚咯，啱啱。你对唔对得住你嘅恩师？你嘅恩师啊，你嘅老师会教到你咁多？其实呢个问题咧，我自己都有谂过啊，真系自己自己有谂过嘅。但我觉得咧，一次半次咧，就算啦，就 OK 嘅。唔系一次半次 OK 嘅，但系即系你成日食鲍鱼啊，咩鱼翅嗰啲食得多盐啊，都系屋企嘅饭好食啲啊嘛。点解要强调鲍鱼？咪矜贵，矜贵啲，矜贵啲，生煎海啊你！做咩？可能食下蒸排骨都好啊嘛，排骨啊，你揾只好啲嘅食物嘢形容下你嘅女朋友，黃菜扣肉、酸菜魚、酸菜魚，但Lobby你個樣真係有少少似豉汁蒸排骨。好，跟住到第四題，第四題呢個簡單啲嘅，以後叫佢排骨啦。劇情片定係綜藝片？三二一，劇情片。我正系谂紧卡特咋 ，Alex 今日杀晒啦，唔系，你唔使再讲嘢啦。由呢一刻开始咧，个镜头咧应该就系得翻，即系冇咗嗰啲，冇啊，得我啲声啊，我声都冇啊。即系你自己系中意劇情片多啲嘅？我系啊，因为我自己综艺感唔强。但你好好笑咯喎，已经。啱啱鲍鱼都出埋嚟，系咯，我真系好好笑啊！形容你女朋友系排骨都出埋嚟啦。到底有咩可以超越？有冇而家觉得自己好综艺翻啊？好谦虚啊！好，第五题，第五题，外在美定系内在美？我预备，三二一，内在美。佢系喂喂，点会系内在美啊？我哋就好似嗰啲咧，嗰啲判官咁樣啊，點會係咁樣啊？扮乜嘢啊？死都覺得佢一定係，哇！咁一定係內在美噶啦，因為你相處，你相處嘅話咧，唔係靠外表啊嘛，都話靠外表一餐半餐冇所謂咯，即係。咁你覺得我有冇外在表啊？即係你外外在表，外在外在表係外表成外在。佢係咪外在嘅表子？表子，即係你係點講咧？外在同內在都係一應俱全嘅。所以你睇嗰多張係嗰張 X 光嗰張嘢嘛？真係。多謝多謝。哇！你今日全日做乜嘢啊？睇 X 光。你先啊！你我嗰日係遊戲。你先朝先。你今日不在狀態喎！今日不在狀態。好，跟住之後第六題啊，兄弟或者姊妹定係伴侶，即係男就得，男就兄弟啦，你就係姊妹啦，定係伴侶。好，三二一，伴侶。哦，飄漲啊！唔係因為我本身冇兄弟姊妹，點會係？
我本身冇啊，我獨生子嚟嘅。唔係應該唔係。你明唔明？你啲 friend 啊，你啲 friend 啊。我心諗我本來又冇兄弟姊妹，肯定伴侶㗎啦。佢係因為覺得自己係獨生子先揀伴侶嘅。係啊，因為冇得揀啊，因為冇得揀。咁所以朋友同伴侶，你會揀朋友嘅？我會揀伴侶嘅。哇！伴侶啊 ，Lobby 邊作準嘅 ？Lobby 已經答咗啦，因為。我當你啱啦，冇啦，你嘅解法 OK 冇都冇錯啊。好，跟住落嚟就係財政獨立定係財政共享？三二一，財政共享。哦，即係全部錢都俾曬 Lobby 啦。係啊，唔係嗰個共享個富喺佢哋都。因為我冇乜錢啊，共享係可以多錢啲啊，因為佢好搭水啊。黐線㗎，亂講嘢。好啦，嗱呢個就係你寧願男仔，你寧願男仔嘅，你就寧願自己嘅。OK， 好，你寧願 JJ 短定係 JJ 幼咧？哇！呢個係你嘅伴侶，呢個係你寧願自己。JJ 短定係 JJ 幼？好啦，三二一 ，JJ 幼。哇！好難，結果呢個啲男男仔都答唔到啊，好難答啊！你短幾短啫？你短短到咁啊？哦，等陣，你又揀啦，三二一。幼啦，一定係一，我覺得一定係幼噶，因為你長嘅，起碼都有啲嘢睇下，即係見到。睇呢個啊，呢個。其實呢個都唔幼噶啦，呢個。呢個都唔幼啊？係啊，唔係啊。呢個都唔幼。嗱咁樣，嗱，因為咁樣。咁一定係呢個啦，嘛。嗱，唔計呢個 part 啊，翻揀嚟喎呢個。哇，咁計呢個啦。喂，又或者阿傑邊啲啊？哎，我呢啲呢個。幼到咁啊！係啊，幼到咁啊！幼咁，其實。開兩邊添啊！你唔使帶皮帶出街啦，你自己去咗房，自己揸住斧頭咪得咯。所以我呢條裙冇皮帶。我呢條答錯啊 ！OK， 第九題啦，阿晶定係 Jackie Lou？ 好，哇！好，三二一 ，Jackie Lou！ 我都估唔到嘅，我估到你，好出奇咩？嗱，通常呢啲問題咧，邊個係現場有答邊個？係啊，我離開下先，我離開下。私底下會揀阿晶嘅。我而家問多次啊，阿晶定係Jackie Lou？ 阿晶。好，再揀多次，嚟再揀一次。一次打我。好，最後一題啦。好，呢個又係兩個選擇嚟嘅。食屎定係斬一隻手指？哇！好。三二一，食屎！哇，哎，點會斬手指啊？其實我都寧願食屎，我都會揀食屎喎。佢有冇斬手指？冇得你揀，你要斬手指啊！但係食屎可以排翻啲毒素出去，斬手指殺唔翻出。食屎最多咬手指有十隻喎。哦，哇！啊 ，Lobby Alex 有冇答中幾多啊？七題，好強啊！暫時領先。少少零食，都輸咗，好有壓力喎。呢個左眼贏咗咯，你揀咩眼啊？左眼定右眼啊？誒，我都冇眼。好啦，交換啦，到豪迪耶羅啦。好，喂，佢哋贏得咁多，我真係想，即係小國變去沙震驚先。真定假？真係好怪咁嘅啫。哇！終於釋放咗出嚟啦。好靚佢哋。其實你有冇特別有大壓力咧？你哋作為最尾一 pair。冇喎。冇啊！我哋答一致啊！好嚟咯，好第一题，真小人定伪君子？哇！咪先停一停先，真小人定伪君子？好，三二一，真小人。哦，即系啲落边问有咩唔同啊？真小人系即系话明我系衰噶啦，咁样嗰啲啦。伪君子就系背后黄，伪君子恐怖啲咯。好，第二题。寧願自己口臭定係體臭呢？哇！好，準備。口臭冇啊，冇俾諗啊。好，三二一，口臭。哇！太簡單啦。好彩頭先臨答之前喺心裏面問咗豪啲一下。哦，有人問咗。有冇人幻咗聽啊？嘛，係咪啊？我以為佢靜靜雞同我講，原來幻聽有。可以噴 spray 啫嘛，體臭你成身都體臭可以噴，都可以噴。係啊，你都好體臭都可以噴㗎。好啲口臭好慘啊！即係人同人之間講就係要溝通啊嘛，跟住你口臭，人哋都唔想聽你講嘢。唔係喎，但係可以唔用言語溝通㗎嘛。哦，你可以用手語㗎嘛。肢體。唔係啊，而家啲人邊會即係當口當面溝通嘅啫，都係玩手機嘅啫嘛。哦。就好似你同依個嗰條片咁樣嘛。我準備瞓啦。我都係啊，咁大家一齊早啲休息啊。Good night. 嗯，
早唞。第三题就到，答咗两题啦，我哋宁愿你嘅伴侣口臭定系体臭？哇！好，三，咪住先啦，咪住先啦，冇得谂，三二一，口臭，做咩啊？口臭，输咗。即是你寧願自己口臭，但寧願你伴侶體臭。因為我想到口臭，即係對伴侶要有很多接觸，係咯，哦、即係可能另一係嗰、那個五官的接觸。冇身體接觸㗎嘛，我想問你啲五官係咁。五官嘅接觸，五官，即係你眼要掂到佢隻眼。細，但係我諗住虛無啲。咩啊？Give me eyes, give me eyes。好像是可以冚到的東西，他會分析口臭紙和屎。如果不明白你寧願自己口臭，那你寧願自己伴侶口臭，那就對了，一齊口臭。對人，即是你是說你對待人是怎樣嘛，公眾嘛，現在是兩個人嘛，因為你會跟伴侶打車輪嘛。那你有沒有想過你伴侶打車輪的感受呢？即是他沒口臭但你有口臭。我不打車輪，臭味相投。我理解他，卡特是擁抱的，我不打車輪，其實這就是擁抱和親吻的問題。我擁抱。好了，接著第四題了，你寧願啲人話你個樣似六毫子定係似霍哥咧？好，3、2、1，六毫子。真係似咯，真係似羅比嚟嘅。係啊，其實兩個都難抉擇噶啦。六毫子個樣係似女仔嘅喎。羅比咯。係咯，你係羅比。唔係，好多人話羅比似六毫子啊。六毫子五官係其實係似女仔。係我雙眼皮啊，靚。但係霍哥個樣咧，我曾經聽過一個女仔講啊，話佢個樣係端正嘅，即係五官端正嗰啲嚟。點聽過一個女仔？你咁耐以嚟，只聽過一個女仔講佢樣係端正。得一個啫，你都係信咗佢。就係霍哥嘅媽媽。好，跟住嚟啊！好，嗱呢條問題有啲似大排檔嗰啲啊，就係伴侶性冷感定係需求大？哇！好，三二一，需求大。我哋走先啦，我哋偷走啦，升機啦！搞掂咗啦，搞掂咗啦！哎呀，好快，衫都著埋啦。一個 moment， 一個閃，一個瞬間。好，跟住呢題係富裕五十歲命，定係平凡九十歲命？好，三二一。富裕五十歲命，你咧？我會揀平凡，我會揀平凡。我覺得呢題都有少少反映到一啲叫做價值觀嘅，即係可能中意刺激冒險啊，即係呢啲。我覺得揀富裕五十歲命。我知啊，佢兩個都係你可能你人生有好多嘢想去做。是啊，咁但係你有錢嘅話，你就可以一次過。如果你本身已經好有錢嘅話，你就已經可以好段時間裏面做好多嘢嘛。但係如果你好平凡嘅話，其實你要可能。要用十年揾錢才可以做去兩年旅行咁樣噶嘛？都未必㗎，可能嗰個人真係平凡到連旅行都唔去咧。不過如果這個呢個真的要看你有冇身邊的人，即譬如你有仔女嘅話，就可能不同諗法。哦，即如果你仔女啱啱20多歲嘅時候，你就要死咯。哦，都係喎，即你有埋仔女因素，其實你都想陪佢耐啲咁樣，睇佢成長耐啲。好啦，呢條問題就係寧願冇手定係冇性器官。哇！好，三二一，冇手。我会拣宁愿冇性器官嘅。我都拣宁愿冇性器官咯。性器官对你嚟讲真系咁重要咩？冇手咧，你连生活都生活唔，即系你都好难，好多遇到好多困难喎。因为我自己谂到嘅嘢，因为我咸生活。唔系啊，需求大啊，需求大啊，呢个系。我是認真講的，因為我之前看過一些可能即醫生有講過，就其實就算男性的一個內在的自信建立，其實都是關乎到你性器官的表現。即其實我之前有想過，如果可能我沒有性器官的時候，可能我個人會比較自卑一點，或者會即會變到個人很好收收埋埋啊！佢話點解有啲人會有啲男仔睇落去咁外在咁自信咧？咁佢跟即係嗰啲醫生會有咁講啊。其實啊，可能就因為佢性器官佢好有自信，佢滿意而家嗰個性器官。佢想笑，佢想笑。你做咩要去睇個醫生？你做乜對呢一門話題咁有興趣咧？唔係因為。
佢個題目真係好吸引，係台灣嘅某一門嘅手工業傳統好手工傳統，係啊，穿珠啊嘛，哇人造上珠啊定唔知穿珠啊嘛，哦，好，跟住第八題，你寧願嗱呢、這個你會有啲幻想下，你寧願二八身定係八二身？好，三二一，二八。哦，我揀二百嘅，腳長嘅，你件二百都好奇怪喎，你阿媽由呢度開始撩咯。因為我諗到咧，二百嘅時候咧，我著 oversize， 啲人都唔知道我條腰喺邊度啊嘛。真係怪。哇！但係你去啲尿兜屙尿咧，咪滴到周圍都係咯。唔係，我係諗到咧，八二好似冇乜幫助，但係二百你逃走又走得快啲，跟住然後你想掗人哋又易中。我一路諗啲嘢真係好實際，真係。好，第九題啦，失明定係失聰？Okay, 好，三二一，失聰，係應該都係失聰。我都揀失聰，但失聰最唔好就係冇得聽套路咯。係啊，哦、啊，但可以睇到卡特拍好靚嘅 MV 喎。哇！呢、這個時候就去片，因為我本身好中意啲，即係我中意好多顏色嘢噶嘛，咁所以我覺得眼對我嚟，所以特別中意 yellow。係黃色係咪中意？你揸住呢個。就喂喂，點啊？點啊？好，跟住最後一題啦，最後一題呢、這個同啱啱上面有一題有啲相似啊，就係醜足一世定係窮足一世 ？OK， 哇，好簡單啫喎，都係一醜足一世，你係咪會揀醜足一世啊？醜足一世係醜足一世啊，但醜唔代表有錢，窮嘅啫。係啊，咁啊，只不過係冇咁窮啫嘛，可能。係啊，我嗱浩子揀醜足一世，我就明啫，即係佢都冇得揀啦。係啊，馬斯都話好容易啫。好，浩子一路係幾多題啊？八題喎、啊。誒，邊個答七題啊？究竟行咗八年嘅獨生子同埋排骨？係慘啊！八年。好啦，咁即係換言之，我哋第一隻 game 啦，係嘛？浩子一路啦，八題啦。Rachel 卡大八題啦，不是情侶係七題嘅。喂，你甩咗鞋帶喎、啊、你？喂，你甩咗鞋帶喎、啊、你？你甩咗。哇！喂，報咩？報咩？喂，你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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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一條梯，OK， 咁樣。我哋打翻條胎先啦，冇用冇用。好大碌嗰啲。你胎好襯你啊！你仲有馬仔啊？好啦，咁我嗱都系争好笑嘅啫，咁我哋接住落嚟咧就会进入第二个游戏嘅默契考验啦。咁我先睇下游戏规则先。第二关动作题，主持人讲一个词组，两个人需要喺三秒内用动作表达该词语，动作一字加一分。喂，好啦，咁啊到第二个游戏啦，第二个游戏咧就系头先嘅加强版。OK， 好小心。咁我睇下你哋嘅默契点。我读 drama 啊嘛，下边首先。先啦，開始啦 ，OK， 第一個足球，哦，三二一，威嘈呢個係，佢係喺嗰條樓梯嗰度跳舞咩？哦，我諗起佢做咩食煙嗰度，佢先，哇好難啊！第二題體操，三二一，好，第二題啊。差不多、啊，但係都我覺得唔啱啊！佢哋幻佢幻想嘅情節唔同，佢喺做緊體操，我係咁樣，你完咗嗰、那個下落地嗰下嘛。第三條殺跳，其實唔一定要定嘅，係啦，可以你可以喐嘅。都咦咦啱喎，咦啱喎，佢出到嚟啲題，佢出到嚟啲題，佢出到嚟啲題，可以咁樣零點五咯。其實都係嘅，都算嘅，一分啦，一分啦，一分啦。第四條拍拖，三二一，哇！最後一秒諗出嚟啊！最後一秒諗到，因為拍拖就係嗰啲拖手。突然間唔記得咗拍拖咁。突然間唔記得拍拖啦！哇！第一條導演，好，三二一。嗯？啊！佢好似夾硬睇低，我覺得唔啱，我覺得唔係，你係咁樣，我咁樣，你係咁樣，
我係咁樣咯。難啊都，因為導演冇幾多個變化，通常都係咁嘅，但係咁所以要嚴謹啲咯。係，我覺得呢題唔係，我覺得呢題唔上，呢題唔上。好，第六題，聽到老闆話加人工，三二一。对不对啊？哎呀！哎呀！哎，唔同啦，唔同啦，可惜，可惜。哎呀，好啦。加少少，加少少。但我都会咁样，点解会咁样？系咯，点解会咁样嘅？可能男仔同女仔。多谢老板，哦，老板做好啊，公事花柴。第七题 ，Rachel 发脾气嘅时候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！佢发脾气真系咁样。系，系咁样。好，第八题，当《套路》首歌过咗100万 view， 好，三二一，哇，好似啊！嗱，呢条似啲，呢条似个，哦，呢条。其实同老板加人工嗰个感觉都系似嘅。无论做咩，呢个就系佢哋开心嘅感觉咯。老板加人工都 OK 嘅，呢个我计 ，OK 嘅 ，OK 得呢个。多谢。第九题，第九题，树窿音乐会。三二一，哇，好似啊！哇，好似啊！你睇下，好似啊！唔係啊，呢個係想投稿嘅嗰啲人講嘅心聲。哎，我點解諗唔到呢個嘅真係？係咯。唉，慘啊！慘。因為你唔係女仔嘛。係啊。好，最後一題啦。卡特最想做嘅事。好，三二一。我自己都唔知道我想做咩。好，你做一个啊，你做一个啊。我想做咩？做出嚟，放胆做出嚟啦！放胆做啦！我放弃呢个。但我觉得我同你啱啱做嘅应该系同一样嘢。你做咩？你富婆包佢咯。又唔系啦，你以为啦，你以为啦就。你出咗街你就知啊！你出咗街自己看。我原本想做拍電影嘅，但系我描述唔到個動作出嚟啊！哦，頂！啱先仲諗錯咗，我以為真係拍電影嘅。拍咩嘢？好，咁 Carla Rachel 啱咗嘅題目幾多題啊？四題。其實四題都好多，成日都好多。好難啊！好難咯。好，之後 Lobby Alex， 我對你哋咧會鬆手啲噶啦。係啊，百年情侶。好，你哋 give me five 先 ，give me five 先。我試下擊個獎。No。都唔啱嘅。好，第一題，《哈利波特》，三、二、一。似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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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似啊。啊，呢個係咩啊？掃把。係啊係啊係啊。都啱嘅。你拎住咩啊？魔杖咯。我以為你掃把。去武器走。OK， 好，第二題，問米，三、二、一。大佬邊度有神似喎？你係好似雕上嚟嗰只啊！上咗身啊！問一問泰國香味，我呢條 OK 啊！好，第三題，叫你問泰國香味，谷你啊！梗係加特今日問邊只米好食啲？好凍啊！好，第三題，道歉。好，三二一。即係唔係真係好好，即係 Alex 如果咁樣真係，哇 Alex 你道歉平時係平時道歉，點解唔係啊？一撞親人，哦對唔住啊！唔係啊，唔係即係我覺得就算佢平時唔係咁做都好啦，但係佢意識咧，佢一諗咧係諗到應該要做，要喺好低嘅格，好低嘅地位啊，係你要 say sorry 啊。哦，係啊。你幫佢啦，你幫啦，你幫佢做咩啊？我想講你有冇見過 Alex 咁？我冇做錯個嘢，但其實你哋啱食幾襯嘅，你咁樣擺咧好似觀音咁，咁樣好似好似信徒咁嘅。好，第四條，道士，好，三二一，討厭緊㗎。嚇！道士係咁嘅咩？咁就唔計你啦，呢題嘅好進攻，唔緊要，唔扣你分，呢題就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好，第五題，發姣，三二一，似啊似，哇！
我想講 Alex 啱先一秒就入咗個感覺。艾莉絲啊，我見到艾莉絲上身都係校底咯。好，第六題，第六題，撲你個街，三二一。哎呀，我冇默契啊！你會唔會撲你個街啊？會啊，會啊，會啊！撲你個街，差唔多嚟啦，咁樣手指唔同，周瑜，周瑜，周瑜，係啊！第七題，瑜伽，三二一，道歉。好啊 ，Sophie， 瑜伽同道歉有乜分別先？瑜伽同觀音有乜分別先？瑜伽同觀音道歉，唔係道歉咧係咁樣咯，唔黐住下。個 angle 啊，佢下邊個三角形個 angle 啊，道歉，瑜伽，道歉，觀音，觀音咩？觀音啊，觀音。我縮少少啦，瞓覺咧，瞓覺咧，瞓覺。好難捉我啊！好，第八題。Lobby 有求於你的時候，三二一，要俾到好多次機會啦！終於，我點屎啦！都係咁啊！定係其實呢個動作係百搭㗎？係咯，想食嘢，想瞓覺，想陣間啲動作咧，我覺得你可以由呢，你可以由呢個動作開始諗，咁樣延伸落去，可以咁樣出發。係啦 ，OK， 好，第九題，屌你啊！Lobby 瞓覺嘅睡姿，三二一，好夾啊！我想問，但平時 Lobby 瞓覺真係咁樣嘅？唔係啊，佢。好，第十題，最後一題啦，求婚，三二一。阿姐係喎，佢真係咁樣，佢真係咁。唔係，其實佢啱啊，佢感動啊嘛，佢感動啊。哦，我因為求婚，我被因為被求婚啊。係係係。好 ，Lobby Alex 幾多題啊？哦，三題。喂，都係少你一題喎。係啊，都係少一題啫。好，跟住到 Hoodie 咯。Give me five， 三二一。哎，都係永遠都係。哎，想捉翻隻手啫。好，第一題，大猩猩，三二一，哇！你見唔到啊？我係唔識咁樣先噶，一陣突然間，哎，三二一，低曬難啲，我覺得老師，三二一，其實都似嘅，呢個佢但係爭，但係佢你多咗，係佢同多碌白。我男老師啊，佢女老師啊，佢呢個係揸住嗰個字，係啊，呢個係揸住咩啊？間尺，你小心，小心俾佢告啊！康告老師啊！崩！打頭。OK， 好，第三題，搭訕，搭訕，搭訕，好，三二一。你做乜嘢？我想講，你真係答到曬，你真係答到曬，你真係勁，你答曬咁，唔怪答唔到啊！抽筋啊！我幻想嘅情景咧，幻想得太多啦，我幻想到呢度張吧台，壓挨住咗。第四題，豪啲，我三二一，Oh my god！ 唔係呢個。唔係呢個，我係特登咧嘅，都有少少即係遷就佢，因為我覺得大家睇我嘅形象都係咁樣噶嘛。咁如果唔係真正嘅你係點啊？第一樣。第五題，我愛你。好，三二一。哦。都 O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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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 OK。好，第六題，收皮。三二一。做乜嘢？咩瑜伽嚟啊？嘛，你嘅咩瑜伽？但系你肯定你可以用到呢个，可以用喺收皮嘅情况度，你真系，即系我顶你咩？唔系佢好形象啊，好形象，我真系要收走你啲皮咯。好 ，OK， 第七题，第七题，骑马，哇，三二一，哎呀，哎呀，揸条鞭啊！你一開始做嘅動作，我以為你做到噶，我以為你一開始做。我諗緊咁樣好似揸電單車，所以應該係咁樣。去揸電單車。哎呀，咁樣。哎，有輸有埋。係騎嗰只馬喎。佢
加埋交叉腳咯。形體上面係 yellow 突出啲嘅，講究啲嘅喎。呢個係完整啲咯。第八題踩狗屎。好，三二一。我跳過。哇！你踢狗屎踢過嚟咯。唔係啊，你踩完之後你會想刮走佢噶嘛？佢啲真係睇狗屎。佢哋係睇狗屎。我哋係睇狗屎。哦，都唔啱啊，都唔啱啊。啊。好。呢啲係難啲嘅，呢啲係難啲嘅。好，第九題，第九題，尼斯湖水怪。好，三二一。哇！最後一題，最後一題，最後一題啦，加油啊！最後一題，民族舞。哇！好，三二一。你個土著，非洲土著。喂，我知啊，佢做緊土著，非洲土著。我呢個真係中國嗰啲民族。冇辦法，黑色幾乎給我的意義。好，豪啲一路係幾多題啊？四題啊！都起碼有。所以豪子呢度做咧，都系同卡拉威度做咧，都系四题，同上一铺一样，都系八题，即系总共有十二分。哇！咁而不是情侣就系总共有十分嘅。拍拖咗名啦，拍拖最耐嘅，而拍咗拖八年嘅不是情侣。咁换言之咧，今日不是情侣咧，就要接受我哋嘅大惩罚。哦。好，我哋而家进入惩罚时间。好啦，我打情骂俏啦，你哋。我惩罚紧啊！做咩啊？咁开心噶？开紧啦，惩罚。Jeffrey， 好辛苦。惩罚紧我哋啦。得啦，今日剧情片嘅剧情片嘅 Alex 卡片。系，都系拍翻综艺啦。即系通常咧，啲人一系嗌阿 G 一系阿 B 啊嘛，一齐嗌 G B。识咩啊你？你有女朋友咩？嗱，情況係咩咧？就係好簡單，但係好痛。嗱，一陣咧，呢度有兩條夾啦，你哋要夾住耳仔。導演。然後咧，你哋要用扯嘅方式。小心你耳仔喎，你摸咗耳環先喎，嗰邊。咁你試打一邊扯，但係唔可以用手啊，即係一定要用頭咁樣去扯。哇！總之兩個夾試打一邊扯到落嚟就得啦。諗下點樣冇咁痛先。你諗緊我點樣冇咁痛定你？點都痛噶啦，早痛早死早超生啦 ，Alex， 早死早超生，痛在心裏。好假你一個，呢個方法唔同啊！你講咩都好假嘅，係咪？係咯。好，起快起快起快！哇！好啦，你哋三二一，你哋可以開始扯啦。喂，等先，你扯定我扯？越早扯越好啊，越快扯。你扯啊！我扯啊！我扯啊！我識扯，你唔識扯。嚟，一二三。佢哋嘅懲罰冇幫我㗎，呢只咧唔係嗰啲好大隻夾佢唔痛嗰啲啊，呢只係真係好細只夾啊，好痛啊，真係好痛啊，真係。所以我哋揾卡度呢條線啦，你過嚟試下。我同大家今集中係喺度，我豪啲過嚟，豪啲過嚟試下。你去試下咯。我豪啲過嚟試下。一齊去咯。夾我唔得喎。試下邊得啊？嗱，掹。試下先。哇，都痛痛地喎，真係。哇，等。好啦，我哋啱啱熱身嘅啫，而家正式開始懲罰啦。好啊，唔係住。好。好啦，俾啲掌聲自己先啊嘛。係啦，咪即係我覺得我哋呢個咧，甚至我哋遲啲，我請啲素人情侶上嚟一齊玩啦。哦。同埋咧，真係溝通真係好重要啊，瞭解多啲對方真係。都係我哋都贏唔到咯。係。我哋上次真係同個名一樣，都真係不是。次次都贏唔到啊！我哋玩或者集阿 J 先生、K 小姐上嚟玩。哇！真係正。好，咁我哋希望大家如果譬如話中意我哋呢條片嘅話，就 like 同埋 share 同埋 subscribe Manna 嘅 channel 啦。係，將你哋嘅愛發為 like 同 subscribe。哇 ！OK， 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集未啦，遊戲王再見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 Yellow 啊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咧，就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仲有按埋下面嘅鐘仔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就人哋。我知你好暗啊，靚仔。
見到啦。